样的一个电子纸这个东西，真的很融洽，可以融合在被市政府保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街区。因为有科技的载具，让我们所有的素材可以有无远弗届的想象空间。本来藏在博物馆里面的宝贝，可以借由这个载具，借这个场域来分享给大家。